你醒了，灰灰。来，过来，爸爸。过来，来，爸爸，快点。过来，这里来，看吊车已经，快点。你过来吗？爸爸给你看了我。来，过来。过来。爸爸来。这家伙一大早起来看吊车。大家好啊，还没睡，现在几点？8点多钟。灰灰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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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，那我过来了不？你过不过来？来，爸爸爸，看了。来，爸爸爸。嗯，我们一起看那个是什么车？哎，看了。这个是什么车？看了。那个是什么车？那个是什么车？灰灰，是什么车？咕滴。咕滴呀。吊车。哦，又是咕叽，又是吊车啊。那个呢？绿色那个是什么车？橙色。橙色啊。这个是什么车？拖拉机。拖拉机啊，那这个呢？拖车。拖车。哟，翻下壳了。摔跤了呀。他摔跤了。这个是什么车？消防车。这是消防车。消防车是吗？是不是啊？摔跤了。他摔跤了，要消防车来是吗？摔跤。大早的那个家伙在看动画片。刚才是谁？这个是谁？消防车。这个是谁？消防车。这个是灰灰，消防车。你是灰灰吗？是灰灰吗？你的头，这是什么？猫头鹰。猫头鹰的。哇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下面有好多车是吗？有什么车？有车。有什么车？有车车。什么车车？想爸爸一口吗？车子。一口先吗？车子。想一口先吗？车子。你个坏蛋！这个坏蛋像猴子一样，你看，像猴子一样，你看。你在这里，我走了不？拜拜。拜拜。上来吗？我打的不？你打我啊！你打我啊！哥哥打我！你打我！夫妇两头牛，吃饭去。外婆在煮饭呢，人又发脾气。好想吃零食。不能老是吃零食，你吃了4个了，要吃完饭才能再吃了。不要你去玩了。哎呀，又是下雨天呢。
哎呦，这个雨像是不停的，还在下。舒服吗？舒服啊。舒服。嗯。帮爸爸捶背来。嗯。灰灰。嗯。捶。嗯。哟。这两个宝贝好乖啊、哦。乖不乖？哎呦，好舒服啊！灰灰，爸爸本来肩膀很痛的，不痛的哦。嗯，你们捶一下就不痛了哦。好、嗯、了。好啦，嗯，灰灰，让爸爸捶背背啊。嗯呀、啊，嗯，来，嗯，阿米口，嗯，乖吗？不痛了。不痛了。我们坐好，我们在这里。不痛了。嗯，不痛了哦。我的脚不痛。谢谢灰灰。哟，你的脚不痛了。嗯，不痛了啊、哦。就帮我吹好了啊、哦。你舒服了。哟哟，呜、哦、去，舒服了。呜、哦、去，舒服了。谢谢。嗯、来，爸爸给钩机给你玩，灰灰。嗯。钩机啊、哦。我给你戴手表。啊，你给爸爸戴手表啊。好，等下爸爸回家摘玉米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哦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你自己来。嗯，好吧，嗯，自己来。嘟，快点、嗯！阿婆煮好梦梦了，过来帮阿婆拿碗，快点。好，你哪个不穿鞋？那我拿碗。帮我拿碗，你会拿吗？来，开门。嗯，你不帮阿婆拿碗啊？她冻烫。哇，冻烫啊！阿婆煮好萌萌吃午饭喽，好不好？吃的。那先吃萌萌先啊，帮阿婆拿碗先，快点。这谁的？这个。嗯。这是阿婆的。阿婆的。嗯。下雨，吃饭先。嗯。那不是你的吗？嗯。灰蒙蒙的天，吃饭。下雨天啥也干不了了，出来外面逛一逛，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来，我们来吃一点，看看有什么特色的。两个小牛，早上生活还算习惯。啊，来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这样的生活吧。啊，我去逛逛街去了，拜拜。